这餐要这餐啊，总观活动，佛归礼节第六条是众生清净，众生清净，然后生死轮回前是贪，这贪这贪，这贪财贪色，这贪还要三清四正，三清，正还清，财务清，男女界限清，四正身心言行都要正。佛归礼节，众生清净，第六条，众生清净，要注重，注意注重，注重众生清净。